第七课，我要去埃及。词语学习。小学。德。世界。地图。轮。烧。洗澡。围。浴巾。浴室。冲。叫。干。火。灭。讨厌。小声。巴掌。一辈子。了。赶。继续。明信片。面前。金字塔。记得。小时候。零。小子。专名。埃及。走进课文。我要去埃及。小学的时候，我考试得了第一名。老师给了我一本世界地图。我太喜欢那本地图了，一回到家就看了起来。那一天，轮到我给全家人烧洗澡水，我就一边烧水，一边看地图。我最喜欢的国家是埃及。长大以后，我一定要去埃及。我看着埃及地图想。突然，一个人围着浴巾从浴室里冲出来，对着我大叫：“你在干什么呢？火都灭了。”是爸爸，他最讨厌做事不认真的人。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在看地图呢。”爸爸生气地说：“看什么地图？快烧火！”我在看埃及地图呢，我小声说。爸爸更生气了，打了我一巴掌。看什么埃及地图？你一辈子也去不了那么远的地方。快烧火！我不敢再看下去了，只好放下地图，继续烧水。我一边烧水，一边想：我真的去不了埃及吗？20年后，我第一次出国就去了埃及。在埃及，我给爸爸寄回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爸爸，我现在正在埃及。我的面前就是金字塔。您还记得吗？小时候，因为我看埃及地图，您打了我，还说我一辈子也去不了埃及。我要谢谢您的那句话。”爸爸看着明信片，不好意思地问我妈妈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？我说过吗？”打了一下就那么灵，这小子真的到埃及去了。